音乐是一个奇妙的玩意儿，你能在里面找到你的故事，也能读到别人的故事，还可以让躁乱的心沉静下来。闲适的周末，我最爱用 BOSS Mini 二代特别版蓝牙音箱循环播放几首自己喜爱的音乐，总能感受在优美的音乐中，所有生活压力都能随之烟消云散。选择 BOSS Mini 二代特别版的理由有很多，在外形上，BOSS Mini 二代特别版沿袭轻巧灵便的长条形机身设计，苗条的身段加上680克轻量级体重，易于握持之余又方便随身携带，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纵享音乐的美妙。而银色和黑色的经典配色也为 BOSS Mini 二代特别版增添了几分时尚与优雅的气质，即便是随意放置到客厅任意角落，也能起到不落俗套的家居装饰效果。而在续航方面，它更做了一次全新的升级与优化，不仅替换了充电接口为更主流的 USB-C， 同时还增加了20%的电池续航时间，时长直达12小时，极大程度地优化了充电效率与使用体验。作为便携式蓝牙音箱里的又一新标杆， BOSS Mini 二代特别版不但搭载了被动双模共振技术，能够还原出惊艳且震撼的低音效果，还内置了2个高效的小体积锥形发声单元，带来更强大的瞬态爆发力以及更强而有力的声音。不管你是将其用于聆听音乐还是收听在线电台 FM 都尤为合适。有人说物品是用来辅助完美生活的，若想过得更舒适自在，让曼妙音乐时刻相随，你的身边又怎么少得了一款 BOSS Mini 二代特别版蓝牙音箱呢？